360度无敌夜景，你可以360度的去眺望整个的大阪市。然后呢，它其实景观主要分成两个部分，一个部分是城市，另外一边呢，你会看到就是有一半的路都被河川围绕着，所以有不一样。精彩内容，请看《女人我最大》。